看看新闻网。苏打绿的六位成员悉数亮相上海，为七月即将在上海举办的第三次演唱会宣传造势。发布会当天，也许是歌迷们太过热情，现场出现了一点小插曲，舞台音响突然断电，可这丝毫不影响苏打绿与歌迷的互动。电力太强了，不，电力太强，反了。对，可能没关系啊，大家很热情比较重要，应该是大家有人踢到插头。新娱乐在线上海报道。